故事要在两年前就开始讲了。Before 两年前，我就好像一般家庭主妇咁啦，即都系在职嘅双职家庭主妇啦。咁啊，要照顾小朋友啦，同时都要翻工啦。当然我份工其实都好忙，可能 day and night 咁，有阵时要 night call， 即系夜晚都要开会。咁但系一直都觉得自己感觉很良好嘅，咧好似好幸福咁。直至到两年前开始，我先生有第三者啦，我前夫啦有第三者。咁佢就第三者甚至乎係喺Facebook 啊一啲網上平台 at 我嘅 common friend 啦，扮我啦，甚至乎係有啲滋擾行為，咁啊開始咗呢個所謂嘅逆境啦，成個人好混亂啦，甚至乎有段時間係需要飲酒先可以瞓覺嘅。咁嗰段時間咧，其實成個工作表現係完全向下走下坡啦，亂曬。咁我 quit 咗之前份工。同時亦都掙扎咗好耐，決定咗離婚啦。咁幫過人咧，包括我之前嗰份工嘅舊老闆，一個舊老闆啦，譬如佢介紹一份好輕騎嘅工，等我可以再慢慢沉澱自己嘅思緒，然後再重新出發。咁佢幫咗啦。另外一定要提到嘅就係我個小朋友，如果冇佢冇我嘅仔仔咧，其實我諗我可能會沉落去。就係因為有我個仔仔，我覺得自己唔可以沉。我要做翻一個 role model 俾我個仔睇，咁所以先至開始令我慢慢 pick up。每日至少我仔會放學嘅四點零鐘翻，佢唔可以見到一個一劈爛泥嘅媽咪啊！咁所以 that's why 我覺得我仔喺呢一件事上邊，其實佢冇可能冇做過任何特登做咗啲任何 action， 但係佢幫咗我好多。我希望我可以 ensure provide 一個積極向前負責任的一個 role model 俾佢，等佢可以用一個快樂的人生的 role model 去健康成長咯。我諗作為一個女性啦，尤其是雙職的女性咧，其實任何人都會經歷過一啲挫折啦，或者係壓力大啦，好難平衡到時間咁樣等等等等嘅一啲困擾嘅。咁其實我覺得困擾都係人生嘅起伏，應該係話人生嘅起伏係我哋生命裏面嘅點綴咯。應該係我可以講嘅鼓勵説話，或者我想講咧就係永遠都要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嘅能力，同埋相信自己係可以克服到嘅，相信自己。